天暂时没有工作的杨幂，连续两天被拍到现身商场购物。第一天则是 T 恤短裤配黑色网袜，第二天穿背心短裤搭西装外套，制造下衣失踪的感觉。虽然用口罩掩面，但在人群中依旧十分惹眼。照片中，杨幂身穿黑色西装，下搭配的应该是超短裤，露出修长纤细的双腿，加上学院风的皮鞋，高一截的黑袜，整个人颇有少女感。戴着黑色棒球帽，仿佛是从动漫中走出来的一般。杨幂与粉丝合影，脱掉了黑色西装，紧身的吊带衬托出她的好身材，秀出迷人的锁骨和直角肩，妩媚又迷人。杨幂手提两个购物袋，黑 T 与网袜造型时尚感再现，完全没摆出明星架子。即使是私下逛街，杨幂的造型也没有让大家失望过，总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